只因为在人群中看了你一眼，从此我的梦里都是你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我喜欢你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我是你的主治医生，我有个问题想跟你交流。这种病该怎么治疗？客人建议找个对象，也可以按医生有用。好，对。然后小屁事一样微笑。我们这么在乎他，却被他全部抹杀。越疼他，这里的房主是个医生，可能有点洁癖。没事，到底他怎么想？应该继续猜测吗？还是说好转荒了吗？我喜欢你，但是你不可以喜欢上别人。你以后真的少看点电影，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。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一定是在做梦，醒过来，赶紧醒过来。终于来了，等你好久了。今天呢，我带你去吃一家特别地道的串串香。又可以一口闷的那种。我喜欢这个味道。我也想去看看。你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，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，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。我建议去吃好吃的。我们这么在乎他，却被他全部抹杀。越疼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？应该继续猜测吗？还是说好全忘了吧？大早上的吵什么呀？你这么快吗？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听说你的新房客有点小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小一点的可爱。